大家好，我是老刘。今天村子里走了很多很多地方了啊，那是我还要去啊这个磨坊里面看一下啊，我这里收的资料收的不停停啊，有点结实，你看一下，老婆给你看一下啊。采一个就多了啊，老婆在不在家里呢，老婆？哦，对不了，老婆好啊。啊，发财啊！什么干？吃苦的累，有没苦的就什么了。你们啊，可以可以，好。这个是老的，这个庄狗啊，这个是庄狗，藤鼠，那你往下看一下手，看能不能可以啊。这个可以小啊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可以小好一点，这个也还可以。这个也可以，但是这个价格也不是太高嘞。多少个黑啦？这个不会的，这个100块钱一把，你认为还可不可以？100块钱一把。哎，200块钱这个。太水了吧？这里200了，这里200了，这里要花啊，可以花要好看一点。要不400，给你480块钱了。整个给你整个一起给你480块钱了。随便，买这设备也没用。好，一点好。哎，你别管，你那书衣嘛了呢？看一下啊，我看一下，那里有个老折啊。毛钱，拿这个写字，这个有一套一套的，我只有一本啊。哎，这抽过的，没得的，对，没得。哦，那里写老折，看一下。沙子达，他就是意思说是艺术比艺术是意思点墨的，他一下墨的这个书都是，你仔细看一下啊，这个写的，是这是品相不是太好了，可惜。口还可以，这是不是里面存居了嘞？不是有的没保管的好，东西口还是可以啊，不是应该是完整，还没有丢失，没有丢叶啊。叶多少钱？对，2700块钱。2700块钱品相不好的嘞。品相不好，不晓得了，那我们买给你。买给你，你现在或者家里没事了，你。我家没事了，我如果过得像我现在非得么路都在那了饿了嘛。哦，对了，你记得放在老房子里面，你不是要不保管的话，你要是不知道有丢失的，丢失的一块钱都搞不到。你现在你现物的，这个不知道你现物里面的，你肯定这个东西看见要丢丢老房子的，所以你要放在老房子里面也可以。我的现物俺老选那都饿了嘛。哦，你们媳妇他们也不喜欢这个哦，肯定嘛。现在那个都有血光。是不是现在年轻人不知道你丢丢的没有？你要这边说一点。所谓的1200块钱了，1200块钱，给那整个1200块钱了呢。2700块钱，1200块钱，一个单位送给你了啦。这个1400、1450嘞。好了，1500了，好，2700，可以，好，我拿钱给你啊。2700可以啊，来。鱼的品相不是太好，品相好多哟，但是字也写的不是太好。字写的不好，这是没收的哈。不许嘛，吃一个，这不是没收的哈。我也是看他是艺术，不是要，不那么吃钱。看一下啊。